现在来打开这个 Low Shannon Wall 的包装，啊，这边有这个90周年的 Mickey Mouse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哇，这个漆密非常的密，很难打开，好，拿起来，我看到这个 Mickey Mouse， 哎，哦，还有一层保护在这里，还有一层保护，怎么会整个被我拉起来？然后这边一样有这个，啊，这边应该是保证卡吧，保证卡，我把啊被我弄破，保证卡，序号卡，哦，有，哦，总限量1000只，然后这是2723只，哦，银色的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看看我们的 Mickey Mouse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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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好漂亮，噔噔噔噔，哦，我看到 Mickey Mouse， OK， 等一下来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叔，好，今天要来啊，看到这个场景就知道哦。大叔又在那个马来西亚，对，没错，现在大叔又在那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办公室里面，哦，然后呢，又为各位带来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，啊，虽然这个特殊的东西去年已经开过，开过什么呢？啊，刚刚这个盒子大家知道，今天我们要开这个 Low Shannon Wall， 啊，然后呢，这边米奇，米奇，啊。不是米奇妙妙屋，米奇九十周年，好不好？去年是这个 Mickey Mouse 的九十周年的生日，所以呢，迪士尼也推出了很多这个相关的产品。好，各位应该记得，大叔在去年有开过那个金米老鼠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次大叔要开什么？跟米老鼠有关系？好，那大叔就要揭晓喽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Open， 看到没？这个就是这现在大叔要介绍这个银米老鼠，银米老鼠对不对？银米老鼠是跟金米老鼠有什么关系？就是一个金的，一个银的啊。当然哦，没有那么简单啦。这个上次大叔开了。金米老鼠，基本上它是限量90只，就是90周年，所以它只有出了90只。Low Shannon Wall 跟迪士尼合作的那个金米老鼠只有90只，那很多人没买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又有这个银米老鼠。好，那银米老鼠有几只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它前面这个牌子，好，大叔是723号里面的第1000只。1000只，好，所以呢，啊，不是1000只里面的723号，所以它总共有出了1000只，好，数量蛮多的啊，哦。然后看它的雕塑，哎，真的，这个跟金米老鼠又有不同的感觉，等一下各位进的时候再看看。然后一样呢，它有附上啊，这个是 Low Shannon Wall 的这个公司的简介啊，这个美箱。不管是 Bad Break 熊还是米老鼠，大叔介绍过，它里面都有这个哦。可能你买有什么习气啊，哦，那个什么碗啊，那个玻洗杯啊什么的，啊，汤匙啊，可能里面都有一张。大叔是没买过，大叔是买玩具啊，哦。然后呢，它有一张这个序号卡，序号卡啊，哦，这个一样跟金米老鼠一样，它是90周年的这个推出了商品，
然后呢，里面比较重要哦，它就是这个序号的认证书哦，序号认证书哦，刚刚有讲过，大叔是一千支里面的723号，723号，嗯，不错的数字 ，OK， 好。那各位可能第一集不是第一集，就是上次介绍金米老鼠的时候，有人没有看到哈？这个是什么造型？好，这个就是米老鼠刚出来的时候，90年前，它出现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面，它在干嘛？它在开那个汽船，哦 ，steamboat， 就是那个蒸汽船，哦，就是这样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不。可能各位啊有印象，而且最近很多的片头啊，迪士尼的片头都会用那个黑白动画那个米老鼠在开那个汽船的样子，好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个威力号，好，那以米老鼠先介绍到这边，好，各位静静看一下它的细节吧，好，预备 ，Go。大叔又回来了、哦、各位刚进看过这个银米老鼠、哦、的细节之后，基本上它、哦、跟金米老鼠一样，但是我要讲，我看到那个食品之后，我觉得、欸、跟那个金米老鼠的感觉又不一样，不会说金的 就比较漂亮，当然了，有人喜欢那个金的感觉，可是我比较喜欢银的感觉，对啊，这个银色的感觉啊，他做出这个啊，他那些啊比较深色，他故意比较深色的感觉，但是他有点那种石刻的感觉，感觉起来比那个金米老鼠会更有立体感，哦，我个人的感觉啊，然后他身上这个亮度啊，会比金米老鼠会更亮，哦，当然了、啊，现在差别就是最严重，就是因为他啊，金米老鼠只有90只，这个有1000只。哦、所以呢，在市场上呢，它要找的机会是比较高哦。当然，基本上好像也它也是卖完了，哦，所以比较难拿到，因为它毕竟是去年的产品，然后到时候不小心又去抢到一只，哦，好，那大叔今天的大叔开箱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，希望各位有空继续收看我们。
疯狂大叔玩具仓库 ，OK， 拜拜。